当女朋友先转身，然后。哎呀，我难受了，真难受。难受了，你看美女、啊。我点错了。哦，你羊怎么还没好呢？可能我身体不好。哎，你干嘛？你别这样，我一。我退一波。我一周没反应了，我。你想什么东西？我太热，退一波。哦哦。你怎么不来看我这几天啊？不痒了吗？我身体不舒服。我身体更不舒服了。你身体不舒服，你还有精神美女啊？手机给我查查，我看你最近干嘛呢？啊！我睡。给我。丽丽是谁啊？我表姐。静静呢？啊，表妹。文文呢？文文，我大学同学。那这个168大是谁啊？什么？168大。哦，那是我一个朋友。你朋友？嗯。大是什么意思？大就是形容他年龄大。有多大？有40-50岁了。你家亲戚名字挺那个吗？都是 AA 形式的。今天跨年在哪儿放烟花？好好看啊！我也买了烟花。我也玩。买好多好多。我要玩，带我去。等一下。我现在去玩。这人多不多？多。我要拍照片。哎，你远一点。我马上下楼了。好不好看啊？好看，都快没了，好像快。我挨个点，我挨个点。来。江津的晚风快吹干整条小巷，南京的灯光无法再将我们点亮，要明白有些事情不能做。这个柜台里我都要了的。好呀，你这个买一送一，买多少送多少。哎，咱们问老板好吧。老板，今天元旦去盘金店老板。今天可可不在家，我们去盘一个这个金店老板。听说元旦他亏了100万去做活动啊，今天就干这事。走，我们到这儿了。哇，今天这人确实多啊，这看来这活动应该可以啊，我们必须把这店盘下来，好吧。你好美女。哎，那今天黄金是不是买、哎、是不是买一送一啊？嗯，是的，今天搞活动的。不怪了，这个挺好看的、哎、这个哎没有，这挺好看的。这个怎么卖的？这个还有吗？啊，这个没有了呢。这个现在买一送一，帅哥。买一送一啊、嗯、这能不能卖给我？哎，什么，我新来的，我正在看。你不是也没买了吗？没买，我这不是正在看吗？这你跟我喊什么？往里看好了，最起码也等我不要的再说。不是，哎，今天我就要这个来，你慢慢。哎，啊，这个，我买多好不好？那要不然我把这个都买。那要不然我问一下我们王总吧。哎，怎么有你这种人啊？我正在看的东西，是不是啊？不是，我是哪种人啊？我总不得光看不买好啊。我不管刚看不买这个问题哈，我先看的、哎、你不要耽误别人时间好不好？我先看的，最起码等我看完了再说。你们老板呢？哦，那我叫一下他吧。行，你叫一下老板。那个王总，麻烦你过来这边一下。两位老板什么事啊？这个我想买这个，他能不能，这个还有吗？这个现在只有一个，如果说你要叫的话要等个3-4天时间。今天是不是买多少送多少啊？是的，我们现在正在开业嘛，这个买一送一，买多少送多少，买一送一啊。不是，哎、这个，买一送一，这个我要，今天10000多块钱吗？这个我要啊，我又不是买不起的呢。你店里面
那什么我买不起啊？几千块钱吗？是不是？哎，来来来，你把这个我都要了。这个柜台里我都要了，来。好呀，你都要那是你的事，最起码这个东西、哎、咱们问老板，咱们问老板好吧？老板问老板也没有用，这个东西要讲先来后到，懂不懂啊？你确定要？我都要了，我都要这个柜台。柜台全买。我全买。确定啊？对，你卖给谁今天？兄弟，跟你商量个事，看看能不能这个让给他。我过两天帮你再重新发一个，然后价格是便宜点，优惠一点。这个东西，哎，要不这样吧，啊，哎，要不你都买了吧，我不要了，我让给你，都让给你好不好？你都买了。